我们现在来到了日清杯面博物馆，这个天花板超高的。那买完票一张是500块，高中生含以下不用钱。这个呢，如果做面你要约的话，大概要等3个月前你就要预约了，否则很难排得到，因为平日都这么多人。这边是5楼。再来，再来。1, 2, 3。哦。